有些公司招不到人是正常的，岗位要求法律专业的勿扰，每天6:8有效工时要求硬性规定，一天平均8小时工时，鼠标键盘20秒无按键操作就算空闲，上厕所陪消息接水为空闲，业务组例会培训答疑均为空闲，平台只计算实际拉框秒点的时间，随意滑动鼠标也算空闲工时，我们有多种后台监控手段，甚至可以拉出操作轨迹，这么严格心思工资得好几万吧，点开一看2000元一个月，2000，怪不得法律专业勿扰，还有王法。